担心没有每天排便，用这招众人惊呆。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固定时间大便，肚子也是很胀，想说哎，那我就吃坏肚子就可以排泄啦。七八点买早餐，我就摆到下午大概四五点才吃，这样是蛮危险的。就吃泻药就好了，他已经没办法死。对，便秘这是对生活影响蛮大的，你一个礼拜小于三次，大便偏硬，排便会造成腹胀，每次都觉得解不干净，这才是归在便秘的定义这样。周六周日下午5点，东森社会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